竞演赛，他们获得了多少位浪花的喜爱呢？请揭晓。组获得了915票，没有那么高过，一般是800多，一般是800多啊，真的吗？我们要谢谢大家，谢谢菲菲，谢谢云云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的积分。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杨丞琳组。比我仲会仲犀利，哎呀，不哭了不哭了。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票数高到是1000人里面有915票，这太惊讶了。作为一个浪花，我好像还没有看过9这个数字出现在这个舞台。拿到高分数，我当然哭得很厉害，因为我哭是很感动，就是想要说如果接下来的其他的节目分数不没有太差的话，希望可以争取到第一名，那就所有啊员队员都不会被淘汰。好厉害啊！900多票。对啊，我没想到。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